欢迎来到蓝色的维纳大提琴使用法。今天我们来讲解第二册的第53页上。53页开始要练习第五把位，按弦的姿势明显的和1、2、3、4把位不同，而且全音半音的指法安排观念也有一些出入。因此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要扎实的把观念建立起来，并且把姿势调整过来。在按弦上，各指的指尖要向下倾斜，一到四把位按弦的时候，手指呈现水平状态，而第五把位开始则明显呈现45度的倾斜，并且大多数只使用1、2、3指，无论相隔全音或是半音。除了以下所介绍到的第一种指法，它会有两种指法以外，其他的各指法都只使用到1、2、3指。而到了第六把位以后，四指就变成了变化指法，将不会出现在正规的指法练习当中，所以在第五把位我们就要习惯使用1、2、3指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五把位的1到4种指法，而第五种指法由于乐谱排版的关系，我们会在下一篇练习到。以 A 弦为例，第1、2种指法就是把一指定位在还原发，而3、4种指法则是把一指定位在升发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1到4种指法。首先第一种指法有上下两种指法，上面的指法是 1、3、4， 下面的指法是 1、2、3， 这三个音之间的关系是全音半音，也就是发收是全音，收和降拉是半音。延伸到第二弦，也就是低弦，则是降西和哆是全音，哆和降瑞是半音。到了第三弦 G 弦，则是降咪和发是全音，发和降收是半音。到了 C 弦，则是降拉和降西是全音，降西和降哆则是半音。而由于前两个音都是全音，所以如果使用1、2、3指法的话，一二指需要撑开。我们先示范上面的1、3、4指法。接下来是下面的指法，1、2、3的指法。接下来第二种指法，要注意这里开始改成次中音谱号记谱。三个音之间的关系是全音全音，在 A 弦上发收是全音，收拉是全音。在 D 弦上降西和哆是全音，哆和瑞也是全音。在 G 弦上降咪和发是全音，发和收也是全音。在 C 弦上降拉和降西是全音，降西和哆也是全音。指法一样是1、2、3，但是因为每个音都相隔全音，所以每个手指都需要撑开。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试试看把每一个指法当中的二指当作重心，往下撑开三指的时候，稍微将二指的指尖向下转动，这样就可以更能够按到三指的音高。
第三种指法，三个音之间的关系是先半音再全音，指法是一二三指。这里的一指要比上面两种指法还要再往下缩一点，与二指呈现半音的距离。第四种指法，三个音之间的关系是先全音再半音，指法一样是一二三。这里就是将第三种指法当中的二指往下移动，让它更靠近三指，这样子就变成一二指是全音，二三指是半音的状态。练习了以上四种指法之后，接下来有两行的指法练习来短暂验收以上成果。这种练习形态在先前的三四把位也曾出现过，因此我们一样先来说明各个符号的意义。红色斜线表示换弦的标示，斜线前后分别在不同的弦上运指。在 A 弦上，我们要注意红色圈圈表示还原发还有升发的指法差异，以此来调整一指的位置，而二三指不可以改变位置，也就是说还原发的时候一指会往上撑开一些，遇到升发的时候往下缩一些，但是不影响二三指的位置。到了D弦上要注意蓝色圈圈表示升哆还有还原哆的差异，以此来调整二指的位置。如果是升哆的话，二指往下一些，还原哆的话，二指要往上缩。橘色圈圈表示还原吸和降吸之间的差异，以此来调整一指的位置。这个动作和前面的发还有升发是一样的。如果是还原吸的话，一指是缩下来的，降吸的时候再往上张开，而后面再回到还原的时候再把它缩下来。在 G 弦上，紫色圈圈表示的是升发还有还原发的差异，以此来调整二指的位置。如果是升发的话，二指往下靠近三指，还原发的话往上靠近一指。绿色圈圈表示还原咪和降咪的差异，以此来调整一指的位置。如果是还原咪，一指往下靠近二指，而如果是降咪的话，一指往上撑开，而之后再遇到还原咪再往下缩靠近二指。在 C 弦上要注意红色圈圈表示还原吸和降吸的差异，以此来调整二指的位置。还原吸的话，二指往下靠近三指，降吸的时候往上缩回靠近一指。黄色圈圈表示还原拉和降拉的差异，以此来调整一指的位置。还原拉的时候一指往下缩靠近二指，降拉的时候往上撑开，在遇到还原的时候再往下缩，这中间都不可以改变到二三指的位置。
关于维纳大吉使用法第二册第53页上的解说。如果这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您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您的收看。蓝音社线上大提琴学院课程优惠开始咯，只要你一次购买两套以上课程，结账的时候输入 CHELLO88 就可享有88折优惠。如果你已经购买过我们的课程，再购买第二套课程，只要结账输入 2ND88 就可享有8折的优惠。现在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吧。